嘿，不管现在出多少新键盘、新轴体，你身边是不是都有只用樱桃轴的朋友啊？那要体验一下纯正的德味，咱们也得尝试一下呀。Cherry MS 3.0S， 还真别说啊，扁平的包装就凸显了产品的特点。一体成型的铝制底壳，视觉上显得键盘沉稳贴地，带键线分离，插口设计啊非常深，似乎在暗示啊全程请使用原装的键盘线。带绚丽的 RGB 灯效，玩法就非常多了，但是由于对灯效的效果追求，就只能妥协的用了雷雕 ABS。哎，键帽这东西嘛，不喜欢可以换呢。而这把键盘真正的特色在于它是一把无钢的机械键盘，意思就是没有定位板，全键采用更为稳定的五角轴体。无钢的好处就是能让你更真实的体验机械轴的手感。键盘要是玩得多，一听这个没有空腔音的回馈声，你也能猜到了。好了，关注我的朋友很多都喜欢键盘，对吧？拼多多最近有个开春数码清仓活动，像我上面这把樱桃键盘啊，就有9.9的秒杀，还有很多电竞键盘都有这个9.9秒杀。快速抢购通道给你放评论区了，赶紧点进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键盘吧。